被冻在那个被冻。警察，警察站在，就是警察站在这边。请问巷口的重要性？能看到人家的身份证吗？山羊爷爷，乱拍，你说他就会抓。爷爷，爷爷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了？山羊爷爷推了推脸上的老花眼镜，60元是这样很多，但是要拿60元，就你不要想低你。乖乖在做什么？在讲什么话？你们两个在玩什么？在玩一个屁股杯杯。我他在这里刮，在玩一个屁股杯杯。没有，他直接穿过去了。嘿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。帮我打开。给我，给我。嗯。哎，我们也要下去。Hello， 对。他有没有就直接溜过去了？嗯。猫咪，付钱。他说：“哎，我没，结果没钱嘞。”怎么没有声音？我没钱。啊。